颜色非常漂亮啊，白色的。来，来，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啊，比那个原来的那个593啊，是不是要亮了一点啊？这个白加红啊，这个点缀是非常漂亮的啊。首先看这个挖斗啊，这个挖斗是加厚的一个挖斗啊。另外这个动力的话，也是四杆动力啊，也是四杆动力，你看看，动力是非常强劲的啊，直接挖满。啊，这就是模型的一个标准啊，动力要大，细节要到位啊。刚才的小架势是什么呢？都给你刻画的非常到位啊。最主要的特点是哪里啊？看到这个履带了没有？这个履带是金属的履带啊，看到没有？金属的履带比原来那个升级了啊。前面这个引导轮是可以有张力的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是有张力的，前面这都是金属的，还有这个后边驱动轮是金属的。唯独不足的在哪里呢？就底盘这一块啊，这不是金属的，但是啊，不是金属的跟金属的质量是差不多的啊，很结实啊，很结实，很耐用。如果说有喜欢这款挖机的啊，点个关注，老铁们啊，下一期给大家分享更多。